我是刚刚在这段来办新年，八月。8月11号，然后顺站受轮站，15:59出发的是877，绝次，树林发车前往西关线，还有树林交场的用三间型12辆编组哦。哎，开了开了，我看到，叮，拜拜，耶。三金零一再见，皮蛋豆腐号哦，12辆编组的皮蛋豆腐。哎，我的8000，我的3000啊！3001是12辆编组皮蛋豆腐号，在树林站终于失利了。238次就没先看花店，不用忘记了。再见，好感动哦！虽然下一班我完全不能看到他，晚上我也真心觉得啊。太难遇到了，因为他都不出来嘛，都放入库的车库，所以呢，未来可能在下个月就要抽下个月才能再遇到他。老板就是依我计划，希望对啊。好了，如果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点的，以及更好面，就那拜拜。我只能抓三个点拍他的。啊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238次，就北回线哦。花莲的天2017要天18，不用嘛这样哈。三个字再见，16:01驶离咯。我的3001877绝次，三个字再见，开往顺雕厂，向西部干线树林发车，3000型再见。三个字再见了，爸爸。啊，刚刚接到鸣笛还蛮感动，哇，算都不能遇到，有一阵子。这个呢就。